今天这场比赛杨世元在后腰的位置上先发出场，这也是很明显的一个信号啊。好，随着主裁判戴一格的一声哨响，双方的这场比赛现在已经是正式的拉开战幕了。大家现在看到的是由腾讯体育为您带来的2021赛季中国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首回合，大连人队对这上海海港队的比赛。但是仅仅是三天之后，这第二场比赛的时候，马上两人就明白这在场上应该怎么配合了。外围直接的一脚打门，那现在双核改单核，看保利尼奥怎么样去驱动海港队的进攻。这是刚才，先看一下这一球，买提江给到后点，控球过门。比赛打到20分钟啊，利用这次任意球的机会，上海海港也是打出了进攻的威胁。这一个头球攻门，其实已经顶得给人感觉八九不离十了。就是稍微有点正好是阿布莱提他占据的位置。嗯，但是我们看，就这一球，刚才说吴伟的犯规，就是在这个区域，你还是要尽量减少。十一号吕文君站在球前，足协杯的比赛当中，吕文君上一场比赛是帮助球队破门得分，奠定胜局。看看这个球，助跑打门没问题，李文军的射门非常的干脆，助跑的距离比较短，但是通过自己的跑动骗过了对方的门将。这就是年轻球员比赛的这种经验。场上的比分在这个时候变成了1-0，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，海港队率先打破了场上的僵局。这个比赛进程对于上海海港来说，应该说还是打得很顺利。没错，提江任意球直接打门，这球最后打高了，传中球给宁雀，找李胜龙头顶那个点，裁判的哨声提前吹响，是一种被动的防守。哎呦，这球还是丢了。比赛进行到第55分钟，海港队打进了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的第二粒进球，15号李申元，李申元在本届足协杯当中的第二粒进球啊。这应该是两个边翼位之间的配合啊，在不停的传递过程中，传进去传出来，然后传到边路，这个时候吕文君突然的一脚传球。我们再看，这就是不断的在拉松大连人队的防守，保利尼奥，然后买提江翻到边路，吕文君突然传中，然后李申元的前插，这个球孙国文对于自己身后的危险没有做到足够的预警。就是你在不停的这种传球当中，这个时候其实孙国文他的注意力已经是，他定位球质量非常高，这球直接往后门柱转，头球攻门，球进了。嚯，这是刚换上场的小将。比赛进行到第81分钟，33号替补上场的刘祝润头球破门。这什么意思呢？以阿布莱提上半时比赛在门线上的那种反应，是不是有希望把这球挡出去？但是这种对比其实意义不大呀。再看一下这个球，刘祝润这个点还真高啊，位置给的非常好，刘祝润有一个小助跑，然后起跳，他要比单欢欢跳的高了半头，要更高啊。而今天啊，哦呦，能够把球控制在脚下，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好，4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到了，这时候主裁判戴一格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的结束哨。上海海港在这场比赛当中呢，最终是以3-0的比分击败了大连人，在双方两回合的比赛当中，现在是占得了一个先机。